你不信邪，你唔是人，你竟然为着保住你的位置，连阿未满三个月的囡仔你都会当下毒手，你这个变态，我袂顺你的意。吴志伟，你竟然甲同伙的囡仔，我绝对袂放你煞的。蒙尘，你还坚持落去，我即马就来救你啊！你误会啊！ 我所做一切，拢是为着咱的未来。来，我是袂当害死我家己的囡仔。 那无，咱会当甲爸爸洗落来了，提起代志救爸，我保证，徐世伟绝对袂来乱的。阮爸拢踮要翘起啊，是要等个当时啊？我即马好好甲你讲，你毋听信，就莫怪我用强的。你给我死！你给我过来！ 你敢会走袂去的？你有卖过落几块来讨袂听？你这三天两酒，莫猜我真心在对待你。助理，底下个麻醉。放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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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请你吃扁一个土豆。八鬼！不是，你真正想要吃五幺土豆的滋味是不是啊？啊！你是要解释啥？你这个笨手，我拢听到清清楚楚啊！你竟然要对孟子巴肚内底囡仔动手，你真正足无人性，你绝对袂有好话！四伟，咱先离开啦。全心全意对待你，你哪会当利用我对你的性命？我不会过。我早都跟你讲过啊，那个笨手根本就不是真心在对待你，你一定要等伊骨卡生出来以后，你才愿意相信。伊害死咱的宝宝嘞。对啊。你哪会当安尼对待我？好，我即马就去找伊，我会替你约个爸爸出一口气，我会将伊的头骨搁来一支，互你摕到死心。
你袂只对我好买锤哩！你就是杀你凶手！啊，我今日甲你拍死，对我无报仇！啊啊啊！柯先生啊，较认真诶啦，有话好好讲好无？啊，信贤来哦，是要用蒙子忏悔诶啦，你着互伊一个解释机会好无？什么解释机会？囡仔才两个月，迄是一个性命诶！ 伊根本赔，不要搁有了。蒙子心内底的创伤，伊根本赔上。我知影啦，阮信贤哦，有影是该死啦。我一件这件代志哦，我都甲伊骂到臭头啊啦，还阁叫伊来遮哦，心心心意，甲蒙子回失的啦。 这是基金，甲你保身体。你怎不是给蒙子当作什么了？伊才拄仔失去囡仔嘞，伊的身躯拄落一块肉嘞，剩这伊的身，佫捡你挂一块肉落来，你怎嘛提一只基金就要甲安搭？可是啊，当然嘛唔是安尼，基金哦是要摕来给蒙子保身体的啦。 信贤，那敢硬望一份伴手嘞，就得到蒙子的原谅。信贤啊，莫紧讲话，紧甲蒙子回失来啊！蒙子，失礼啦，我真正是想过丢弃阮爸的地情，我才神经错乱做出这样离谱的代志。我知我安尼做，让你受到真大的伤害。 我感觉真正足对不起你，嘛感觉足遗憾的，请你一定要还我保重身体。你别讲够真了好听，你明明就是小事，蒙子宝宝的期待是，你的头壳足清楚的，你甚至搁想要设计蒙子，要甲买分去，你连医生都传好势啊！你今麦直接跟我讲，你是神经错乱。 你即马想哪？你即马也是准讲，你是好野人，会使跳过法律的制裁，直接去食猪脚面线。恁爸无可能会原谅你的啦，我请你食咖啡饭啊！喂，柯振兴，较冷静，较冷静的啦。就算讲，你即马甲圣贤谈事，囡仔嘛无可能活倒转来啊。是。 我今日就要甲母亲下去香港破开，让大家看我精神野心有偌乌肮脏。喂喂喂，妙美兰，你若是跟我谈事，你嘛先下面去帮我，你有啥物好处啊？恁爸送啊！我已经到这么高高多多，我爱你替伊陪命，帮伊去送我火车。无事无事无事，许世荣去笑，你讲真正要把手机给我，看到我回台时，我若真正死啊，你嘛也唔敢来对吧？好啊。 我还紧张艰苦啊！你莫阁乱啊，好不好？你到今麦阁咧替一个拄到的代志，干来秘密母爱后壁，虽然妈无讲话哦，你今麦头壳到底是咧想啥？我只想要安静一个，干袂用的，这么侪代志做一过来，我袂干的了。来来来，你坐倒。 王子，我知影我最近互你受到真侪委屈，我欠你一个解释。你嘛知影我即马伫舞台地位真危机，我拢是为着要求表现，才会对你的囡仔动歪脑筋。你莫是我的囡仔，忘唔掉？你的囡仔，我就是因为我妄动。 我自私，我才想到这一减二个办法。孟子，等我事业稳定了后、
你想要生几个囡仔，我拢会当陪你生。所以，你莫阁为着这无缘的囡仔，这样艰苦好无？讲到这么轻松，这是我的囡仔。明子，你听我解释。我真正哦，戴蒙子根本就唔值的啦，讲什么前途，这拢是借口啦。既然你无想要做变老爸，会用的啊，你就甲蒙子请互你嘛，互伊甲靠先生一家团圆啊。你是哪要对伊做这款代志？无唔对，蒙子在你的心目中，伊是草，也唔过伊是我的宝。你若无爱伊，你会使恨我？你是凭什么安尼甲伤害啊？你看你啦，你哦，这拢是犯道心来作怪啦！安尼就表示哦，你已经对蒙子动心嘛？啊，既然安尼，搁在心爱的手边是要创啥啦？就算讲我是蒙子哦，我嘛无可能原谅你啦。你今仔日喏，若无表现出哦所有的诚意哦，安尼我就决定，从今仔开始，予你甲蒙子解除婚约，以后各人行各人的路啊。蒙子。我这个人无值得你原谅我，啊！不过我真心讲，我予你感动啊，这是真实的。我拄只对你讲的每一句话嘛，拢是真实的。这拢是我唔好啊，我会安尼做，拢是因为我俩阵，我会当予你一个幸福的未来，是我想过。想过自以为是啊！拄才我看到你把我的手放开的时阵，我的心真正就疼的。你对我这样一心一意，我煞对你三心两意。你的心一定是更加疼，我哪会当做出这款代志？予你这样艰苦，这拢是我不好，是我该死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，都是我不对，我该死，我该死。怕啥物啊？我是无可能会相信你会凶凶爱着蒙子了，一定是你要保命的，是不是？蒙子啊，你着原谅先生这边好不？你若是无愿意原谅你，伊哪有机会证明讲是真实的？你放心啦，妈妈回去哦，一定甲定甲金细细啦，予你一个交代。阿妈，请你原谅先生，搁下一个机会好不？蒙子，你敢不知影？我昨目睭金金，看到你和许世伟娶走的时阵，我的心有偌尼啊疼。我迄个时阵就后悔啊，只是因为我爱林珠，才到今麦才会来找你。你免甲话讲到这么好听啊！你若是真心爱蒙子，你哪有可能会伤害伊啊？一定是蒙子对你阁有利用的价值，为滴我是无可能会予你阁有伤害伊的机会。即马看是你要家己出去，还是我替你处理，你家己拣。蒙子若是无愿意原谅我，我是绝对袂走的。伊要原谅你一个，还是把我送你杭州啦？
蒙子，蒙子，我拜托你，我跟你保证，我一定会好好对待你。你要生几个囡仔，我拢会用的，叫你愿意原谅我。你真正做大明星的，叫你走你听无哦？真是。那是蒙子愿意原谅我，你是要对我安怎？都安怎啊你？王子，王子，我是，那是我死，会当让你心内卡好过。我讲话好心思话，怕死你。好啊，徐世伟，你今日定要用拳头要解决代志。王子，我得怎样？你也是真要紧我，我拜托你带我回去好不好？给我一个机会，给我弥补你。我唔知影，我即马足烦的，我规个头壳乱糟糟。你别再逼我了。你有听到？干毛男，蒙子是无可能会对你动气。你即马马上赶快离开，莫再来跟伊交流。蒙子，请你莫想简单，要放弃咱两个人的缘分。我一定带你带来我身躯边。莫要五四三好啊，再走啊！蒙子，唔该，我顾。